尤美啊，啊，恁家迄建材行已经做足久的吼，一定有熟悉足侪工程公司的啦。啊，恁国庆节个装潢品质做了袂歹呢。啊，假使讲闹失害案件，敢会使甲恁爸讲者，啊，互阮做啦。啊，若看你的面子，阮会算较熟的啦。啊，这方面我是无啥了解，也毋过甲阮爸讲，迄是无路用的。阮爸上惊去人讲啥物官商勾结、利益挂钩。亲像前几天啊，三代建设董事长还佮有总经理专工去阮家甲阮爸拜托呢。啊，阮爸讲来讲去嘛是迄句公事公办。想要到三代建设，行后门，行去看到因家啊。是安怎啊？是无？阮甲三代建设渊源真深，若毋是因，阮家嘛袂变甲一位啊。过去的代志哦，莫佮讲啊。你就是人想好了，啊，什么拢好，什么拢准拄煞。啊，当初时你也无唔对啊，也毋过因就是甲咱顾啦，啊，顾到破产。若无你是安怎，爱四界去接散工来饲这个家嘞？原来恁甲三代建设有渊源哦。我听阮小妹讲，三代建设最近有一个绿源新城的建案，咧等县政府通过。啊，这建案真大，县政府真重视。对啦，人因是大公司啦，迄杀出的建案哦，拢是几落十亿，安尼越来越去啦。伊若是要甲阮兜补到这落地步吼，即马越来越去，反正是阮兜啦。阿姆，虽然恁无法度伫咧生理界出名声呀，也毋过恁有智慧伫咧政界很有前途，比伫遐越来越去较放心啊，对无？呀啦，阮姊妹啊吼，拢靠家己出头，我嘛感觉真骄傲啦。啊，无听到，因为着阮家的破产，啊，互阮姊妹变了较贤想，啊，无去学着遐歹习惯，这嘛是件好事。啊，姊妹啊，啊，这晚你无请尤美啊去食一个宵夜？诶，也毋过我阁有代志还未处理完呢。阿姆，毋免啦，食宵夜对查某囡仔身材无好，啊，我先来转啊。啊，你安尼就要转哦？啊。是讲遐尼晚，我一个查某囡仔转去，敢那无啥方便呢。哎呦，哎，姊妹啊，啊已经这么晚，迄查囡仔在路下行，危险啦，无你送伊转啦。好。看起来，今日无把这个代志解决，蔡优美伊袂放我煞。是安怎是吧？陈志辉，你送我回来一路拢唔讲话，面傲嘟嘟，啊，即马车停的，搁坐你落车，好佳哉，我熟悉你呢。要若无，我阁想讲你想要创啥？蔡友妹，咱都莫等阮世界，有一挂话我想要甲你讲个清楚。敢有需要遮严肃？放较轻松个嘛。我已经甲丽丽保证过，袂阁甲你单独做伙，所以请你以后莫遮暗，也是讲私底下来找我。我为安尼讲，应该真清楚啊。恁家在头前，我就送到这，拜拜。陈志辉，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是我来追求你，还是我倒贴你？你把我蔡尤美当作是啥物款的查某囡仔？你蔡尤美真了不起是无？你甲你的女朋友约束，得到咱的侮辱话，糟蹋话心。我无侮辱你啊！你莫搁假啊！你敢讲你陈志辉对我蔡尤美一点仔意思拢无？我什么时阵对你有意思啊？你若对我无意思，你是安怎要跟我相亲？你若对我无意思，你是安怎三番两次求我？你若对我无意思，你是安怎今日我去恁家的时阵，你会答应你妈要送我回来？送你回来是礼貌，我求你，那是一个查甫囝应该爱做的代志。我会跟你相亲，那是为着要应付嘛。应付？假使讲我若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查甫囡仔，我唔是官场的千金，你敢有需要应付啊？所以讲白，陈志辉，
你根本就是一个现实，看官无看见，无情无义的人。我是讲做无情无义啊啦！你若真正有情有义，你谁来要第一个来陪我，陪我林嘉宾？你若真正有情有义，你谁来袂记你未来丈夫五十岁的生日，跟我单独相处遐尼久？陈建辉，你莫讲你真正你对我一点仔意思拢无。好，蔡小姐，真歹势，造成你这么大的误会。我想咱以后还是莫见面较好，是嘞。你放过！你袂当安尼偷走，你走！我请你放过！我答应你。我从认识你的时阵，我就喜欢你啊！请你放手。我叫你放手，你有听无？志辉，我即马就去找你爸，把所有的代志解释得清楚。你啥物拢别讲，你啥物拢别讲。我知影叫你接受我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我嘛知影叫你放弃丽丽嘛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是我应该是哦，先叫我去爱着无应该爱着的人，哈。蔡优美，我知影无应该要求你。伊阿公，我敢会当拜托你，留最后一点点的尊严给我就好。就算咱两个无可能，我家己去讲好无？我家己去甲阮爸妈交代清楚，莫让我歹做人。哈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啦，哈，哈，拜托。爸妈，吃水果啦。啊，尤美啊，安尼这暗暝伫外口咧乱乱踅，含暗顿都无顿来吃，你嘛小可管者。爸妈，我等。快点，布丁。秋月，看你有啥物事啦？哪样事啊？尤美啊，安尼爸爸拄仔在你店里，讲哪会这么晚才顿来？来，秋月来，来你快坐，你快坐。坐啦，坐啦。这今麦今晚才回来，拢有人护驾。看起来咱兜搁要加一个人哦。嗯，那若是加一个人，我看是减一个啦。除非智慧互恁招。唔通安尼讲啦，啊，等因两个唔知搞到倒位啊，唔通互智慧压力啦。哈，啊，这哦，这款压力我唔那捌担过啊。男女朋友咧交往哦，其实有时阵哦，唔呐需要这压力嘛，需要冲动的。蔡有点，你是讲你找我是冲动？无啦，我是讲哦，我冲碰到即摆还在冲碰啦。志辉啊，歹势呢，阮这机会开安尼连消话啦。啊，但是最近吼，你看优美啊，拢有较晚转来吼。啊，莫怪啦，阮这做许多人，加减想要加了解一寡，你莫见怪啦，哦。馆长，袂啦。优美啊，啊，拄仔恁去在佚佗。阮就去踅街啊，啊看电影，看完就回来啊。志辉啊，你家去来书房一下。爸，你找志辉有啥物代志是无？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伊讲啦。你放心啦，听恁爸口气，应该袂怪志辉啦。对啦。爸好像像个智慧哦，当作家己亲生后生啊啦！啊啊害啊！什么害啊啦？差一点把你惊死！我的计划案呐，明仔载要交案呢，我熬夜做到天光啊啦！我嘛是啦，食不饱，等下跟我开讲。这优惠啊，家己两公两公啊，还怪别人啦！哎，哎，我碗底来洗洗吼。哎，妈，刚洗袂当擦干。免啦免啦，你当坐就好啦。一阵嘛，这个工条船吼，伫外口安尼四处放话咧，甲我重伤，啊，加在有恁这老朋友收听，我是足甘心的。这是一定爱的啦，大家拢真了解馆长的做人，收听嘛是应该的。搁再讲，我行政治这条路，这一路上拢是馆长在甲我提拔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徛伫馆长这边。
我知影你真惜情啦，啊，少年人哦，像你安尼真无简单啦。哎，对啊，志辉啊，我问你哦，你唔知甲阮优美当作啥物款的朋友？我是看这阵仔恁较有咧来往啦，啊，我是想讲你应该是有喜欢优美啦吼。我敢会当拜托你，留最后一点点仔尊严给我就好。就算咱两个无可能，我家己去讲好无？我家己去甲阮爸妈交代了清楚，莫让我歹做人，哦，我甲尤美是真有话讲啦。无啦，我即摆是咧问讲，你是毋是甲伊当作女朋友？啊，甲你甲伊真有话讲，诶，这差真济呢。我，啊，恁即摆是少年人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沟通。我换一个角度来讲，你即摆无女朋友嘛，对无？安尼就对啊啦。人讲天下父母心啦，啊，做人是大人，不管家己外含万，还有偌济缺点哦，总是希望家己的囝儿是世会当得到上佳好的人生啦。虽然人讲吼，栽培这个后生真辛苦啦，其实查某囝嘛是同款啦，真烦啦。啊，总是烦恼讲吼，伊唔知去拄到歹的对象哦，万一若去拄到无好的对象哦。唔是干那查某囝痛苦呢，做事大人啊，对你艰苦啊。馆长，你所讲的我完全了解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莫靠说你大侄哦，迄要做我的仔婿，我那受着真严格考验呢，啊，唔是大侄都一定会通过呢哈。是。爸。哎。阿妈，叫我甲行了，那都走来咧关心。啊，放心啦，我对伊足客气的啦。爸，看志辉表情就知影你一定甲问东问西啊吼。问东尔啦，西啊袂问到你啦。啥物？才问到东尔，啊问到西，毋着爱天光啊。好啊啦，你互志辉回去休困啊。有看到无？哎呀，袂加你了，阿金金糖在咧围你呢。哎，我若问到天光，我若到天光拢免困呢。啊！你拢袂唔甘哦，爸。好啦好啦，志辉啊，退堂，无要问啊。馆长，尤美，我先等你。蔡玉梅，这代事还袂甲因爸爸讲，啊，因若拖咧无爱讲，啊，到时我是要安怎？拜拜。出来。客完做好啊。哎，我一边办公，我买单一边端端哎。那我小客话，真正是一块小蛋糕 ，piece of cake。这条要要创啊！奶奶，你豆豆看，我先出来无用啊。小蛋姐，我看完你才用你开啊。这高呢？你要我发卡哦？真正就我共报私仇。
才看出来。啊，不过就算你无满意，你嘛袂当甲伊等伫涂骹。这份是你熬夜通宵做出来，你做到这么好。对啊，哎呦，是我这样挂出来了。啊，不过这款小 case 哦，对我真正是大材小用。嘿，啊，你人真正无参像你外表看的这么戆啦。人讲哦，人歹看面就知，这句话对你无适用。那是当然的。安那，你的耳朵听起来是咧搞亏啊？是亏还是耳朵在人听的啦？我讲的是事实啦。天明若是臭狗仔嘴野草野花伊拢袂嫌啦。对啦，我是野草野花啦。啊，不过至少我今麦当享受着爱情的滋润，无参像你，所以孤单一个人面对失恋的痛苦。我今就同情你呢，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啊。你是讲你要恢复勇气，回头去找迄个小金哦、喔？无你看你当跟我同款啊，重新甲古爱玲和好。你干嘛去找伊？嗯，我即摆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互林总经理一个建议啦，较好嘴，莫一工工叫人死出去死出去。做一个总经理，无礼貌，阁无气质。听伊讲话，就知影三台建设的产品哦，无水准兼无卫生。我先出去。阿星，准备车来关清河。关长，三台建设李总来找你。哦。哎，关经理好！哎，不用，来来，坐坐，多谢，来请。关经理，我们来应该无交叉到你的办公啊。啊，你来嘛是公司闹差啦。哎，见面，啊，泡茶。哦，啊。关经理，啊，今日我们来是为着星河乐器的改建啦。哦。这是初步的计划书。我想讲，我先送来给关经理看卖，看倒位需要改进。真好啊！你迄个外观甲内部规划拢符合我要挃的理想，连工期嘛规划好啊！你三台建设确实有影有实力呢。多谢馆长。馆长，你邀请三台建设吼来争取这个改建案就对啦。我都唔相信迄钢雕砖哦，伊的砖型钢条的品质会比三台建设搁较好。遐也着搁讲，砖型钢条哦，靠三台建设比起来。根本就是鸡腿咧比大腿，无得比。不了啊，你都照这方向咧做就对啦。过来就是剩备案甲竞标啊，上重要就是预算的问题啊。哦，那这点就请馆长你放心啦。阮公司啊投入公共工程，主要目的并不是为着要赚钱，是为着要回馈乡里。所以阮的工程预算绝对比其他的公司搁较低。真好啊！安尼不但会当建设地方，佫能符合着县府的预算，即叫做双赢啦。若是会当替县内啊加做一寡建设，或替县长你加分担一寡，即嘛是阮公司的荣幸啊。县长歹势啊，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县长，毋知影讲阮绿园新城的建造甚物时阵会当完？哦，这个案我有去了解啦，即马都等咧审查，无得较明仔载就落来啊。多谢县长。啊，无其他代志，啊无，阮就先告辞啦。好，好。哦，啊，原来是阿爸伊原来哦。壮诶，我看哦，咱是赶紧来走，较免去扫平台买。我看是亏心事做伤多啦，惊人发现，当然嘛爱紧算。哎，啊，你即摆是要讲啥？你讲啥？你讲出来。啊，我对号入座，迄个安怎？安怎？我怎？是变安怎？好，好，来啊！这管你嘛好事。我了歹势，啊无，我先告辞。阿姐。真歹势，来小姐，
是安怎？啊，云龙倒位咧无对档啊？哦，我甲叶文远讲起话头长啊。三大建设买接四合夜市的改建案。哎呀，啊，计划书写得袂歹啊，这案若互阮做，我是较放心啦。千万袂用啊！绝对袂用，予三代建设接到公共工程啊！那是啊，绿园新城建桥嘛袂用予伊。是安怎？因为三代建设负责人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啦。若是叫伊接到这个案件，会去连累着更加侪无辜的人。奇怪哩，啊，阮蔡家这个建材行干大拢遐久啊。头几摆都无生产像你咧讲迄款人，这是当然啊，因为你是馆长，因伫你的面头前一直爱表现出伊是正牌经营公司，事实毋是安尼，阮爸爸就是接到因的工程，才会舞到龙家煞掉，规家伙破产，有路无处啦。对，阮头家母啊吼，逐个来讲这件代志哦，拢会轻啊家己出去，拄则拄到李文良的人，那是伊哦，犯事已经超雷拍。就阮爸爸这可怜的人哦，也够真侪啦。三代建设都是踏在伊的头壳顶，一步一步才爬到今仔日的地位，钱拢叫伊赚去，死的拢是下骹手啦。馆长，你唔通叫伊的表面骗去。张秀基甲李文良无可靠了。你敢有伫伊冲突的时阵，你就会知影。要不过等你看到的时阵，已经未有啊。奇怪，啊！你咧讲这代志，较早我拢唔捌听人讲起啊。馆长，我做了安怎，你应该真了解。我袂白白帮你熬，尤其是对三代建设。哦，这两个 case 哦，我了解哦，清楚了才去做决定。嘿，这三代建设过去风评都拢袂歹，都唔是参照智慧你讲的安尼。啊！不过智慧嘛，无像你讲白贼哩。爸，我等你啊。嗯。爸，你个面色看起来无讲介好啊，是不是伤忝啊？还是搁有人替你个食饭王甲你攻击啊？哎呀，爸，伊若是讲你吼，你就当作是伫咧唱外国歌啊，啥物拢听无就好啊。卖生气啦，我甲你抓零。哼哼，也是查某囝较体贴啦，啊零抓落吼，我气拢消去。那安尼你着好好啊享受。嗯。我最近真无闲哦，毋是着时间替你服务呢。哎，玉伟啊，你伫三台遐上班上了安怎？啊，你感觉迄个头家嘛甲李文良个做人安怎啊？头家嘛对员工真好啊。啊，李文良，伊虽然看起来真严肃，啊，不过伊是标准的嘴硬心软。已经讲过几啊百遍要甲我开除呢，啊，不过伊只是讲讲的尔。虽然伊是总经理，啊，不过伊做代志比员工搁较认真哦，这点我真正足佩服伊。我嘛感觉讲李文良这少年人袂歹哩，伊有甲新合夜市迄个改建案的计划书予我看，设计了真好，啊嘛真有想法啦。但是真奇怪，这智慧吼，敢那对伊真反感呢。伊讲吼，迄个改建案绝对袂当互阮做，佮刷落因迄个绿园新城的迄个建桥啊，万硬要动我呢。讲啥物三代建设吼，敢那重利益啦，啊无咧顾信用啦。啥？陈志辉哪会当安尼？就算讲伊无介意你文良，应该当面讲出来啊，哪会当用这款小人的步数伫人背后放冷箭啊？爸，你千万唔通去予陈志伟使弄去哦！阮三代建设真正是一间足好的公司。妈，志伟安尼讲，一定有伊的道理啦。夜市的改建案，若是去予三代标去，这工程是上亿呢，影响是足大的。万一若是发生啥问题，唔若县政府会受到影响，就连你的名声，嘛去予牵连呢。啊，假使讲到时阵，佮有发现伊有伫咧三代建设上班。我得靠迄什么官商勾结的话，拢讲会出呢。蔡美，你莫愈讲愈离谱好不好？你文娘根本就唔知我是馆长的仔仔，是有啥物官商勾结的代志啊？
搁再讲啦，现在建设刚一年做的建案都几落十亿安尼，刚一个小小夜车改建啊，有啥问题啊？工程可能是无问题啦，要唔过听指挥讲，现在建设进前为着要趁钱，害死真侪包商，害甲指挥因家拢破产嘞。万一同款的问题搁发生嘞，即款责任是县政府是不爱去面对的呢。迄是陈志辉在讲的，你无良家毋是即款人诶，应该予人钱绝对会付较够啊。陈志辉毋知，就莫乌白讲嘛。志辉才无乌白讲，即款话是我咧引导听到的。蔡有慧，咱三代建设才一个月，予你两万外块尔，你莫戆戆去用洗脑。我伫遐上班，我当然真清楚你无良会做人啊。等到是你，毋知影头毋知影尾，凊彩听陈志辉讲两句，等咧编故事，你敢毋知影谣言止于智者啊？吼！你足奇怪呢！你文良敢是你的男朋友啊？你是安怎哈尼威吓伊？你是搁甲陈志辉交往偌久啊？你凭啥物遐尼啊相信伊？你好，拜过完啦。天威家管建户建设局，你好，我叫三代建设，我姓李，我是要来请教一下哈，阮公司的绿源新城的建设监督，还是阿伯哟？哦，好，我了解，多谢你啊。绿源新城建设还袂落来哦，奇怪啊！昨去拜访馆长的时阵，馆长明明就讲今日咱绿源新城的建设会落来，我头下打电话去建设局，却赶快无结果啦。一定是陈志辉啦！你讲啥？陈志辉？应该是无可能吧？而且蔡馆长伊做人真公正，无可能去互塞弄几句话，你就相信。普通时是袂，啊，不过即摆无同啊，因为陈志辉当日甲蔡馆长的查某囝交往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不过伊讲我伫馆长办公室内面去拄到陈志辉。原本馆长对你的印象真好呢，若不是陈志辉伫咧馆长面头前讲你足侪歹话，奈害馆长改变对你的看法，连续去影响到绿源新城的审查进度。我是讲，你哪知这么多代志？哦，因为蔡馆长伊的查某囝是我好姊妹仔伴，爱什么代志都嘛甲我讲。哎呦，我哪知影无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哪解决啊？陈志辉唔呐动力源新城的建设，伊连新恒夜市的改建也嘛要动呢。阿信，你别白想。这陈志辉敢真正有这么卑鄙？怎？你找我？阿信，我来去找陈志辉。陈志辉？啊，你是去阿爸有要创啊？去找伊算账？嘿，总经理袂用认啊！伊是议员的，你去找伊算账，你会吃亏啦！莫去啦，咱搁想其他办法嘛。袂去啊！这件代志一定要分一下是非黑白。我绝对无法度容忍你利用李元的款势在我背后闭关闭关。阿信，听。无啦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总。哎呀，那我这狗是被冲啥了？阿弟，今日呢，有一个选民卡电话，讲迄个。你的总经理，有什么贵事？陈大议员，出来，我好讲。搁徛啊怎？出来啊！嘿，招工服务出来呛声，你跟差不多哦，你。来来来来。你叫我出来要创啥？我请问你。你为啥要去馆长遐使弄馆长，叫伊莫甲阮三代建设合作？甚至连阮申请的建设嘛，叫你动了，你安怎敢袂受过消凌啊？
我讲的敢有啥唔对？我拄则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会当受到公平。你若感觉无欢喜，你会当告我，我则看你告会成无。哎，你大议员，做人甲差不多的，无需要这阿爸啦。你的工课是咧替选民服务，唔是揪选民的后脚呢？啊，是讲你即卖议员做了神啊，后界无拍算要选就是啦。啥物都无爱选啦，阮若要选，而且是阮调的啦。阮只要吼，甲恁三台建设这个乌心公司淹落倒，后一届选举哦，上无会加10万票，转给阮议员啦。是咧转啥？转刑干哦，啊唔着足好转的。啊你，安怎？陈志辉，你是一个议员，做代志就要凭良心，唔通规嘴讲拢是仁义道德，私底下拢种袂记钱的暗部来对付我。袂记钱？李文良，你是咧讲恁爸是？陈志辉。阮爸甲恁爸的缘已经过这么久，阮三代对恁只有道义上的责任，并无亏欠恁啥。而且我已经代替阮爸，辛辛苦苦向恁悔过实的啊！我请问你，你到底是要冤枉到什么时阵啊？等你三代建设拍落去工，我都袂冤枉啦。你是在讲啥？做议员靠陈德祥，安怎啦？安怎啦？小朋友，我见笑啊！啊，伊做议员就无咧惊见笑，咱是见笑啥？哎，你谁啊？跟我声讲遐尔歹听。丽丽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三代建设总经理李文良，就是害到阮家破产，害阮爸失志，害阮伫咧人面头前无得抬头的人。原来你就是李文良，你三代建设欺负指挥一家人，阁无够，即摆阁再来拍人，你若遐尔恶气，遐尔无讲道理啊！啊！你又搁是谁啊？谁无讲道理啊？你我哪行啊？无讲道理的人是陈志辉啊！当年是陈志辉因爸为了财神，无咧期限来完成工程，阮爸毋才照聘照见啊！生理场有生理场的规矩，你袂用因为讲恁家己失败啊，家己破产啊，就甲所有责任啊甩给阮。那呢，我请问你啊，当初时是谁讲合约只是签一个意思，袂照恁的条件行？阮爸就是伤过刁的，伤过信任恁爸。再去签约无合理的合约，结果呢？结果就是阮家扣恁国家破产，害阮爸失去名声、失去财产、失去对朋友的信任。到底我安怎讲你才听有啊？合约既然签落去啊，就要照合约精神落去行嘛。这是做生意上基本的道理。你这做议员，敢讲你连这都唔知啊？就是啊，我看你这议员根本就作假。何先生，你是搁想要冤家是？何先生。把我的地方。人伫讲情民法，恁真够道理，永远放伫法律头前。你爸爸若是会较宽容，较留一块情民予伊，这回一开，嘛要遐尔悲惨。这么多年来，这回心内万分拢看伫眼内，你确实应该向伊一个公道。小姐，歹势啊，情民法迄是顶级的世纪的代志。阮三代建设永远行在时代的头前，所以阮讲法理情。就小姐看起来，你应该是伊女朋友才对啊。那我希望你好好啊讲给伊听，千万莫讲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。我女朋友安怎唔免你来解释？你顾好你家己就好。我同款是一句话，你上好莫有空帮我抓着，那无我绝对广告给你拍落。你阿星啊，甲这种贼佬只讲袂出声，行。真正插头的，就说你好不出来，这狗妖啊！阿姨啊，你安怎无啦？阿姨啊，你安怎无？阿姨啊，你啊嘿，
什么话不能好好讲，一定要安尼去他动手。我唔是挑故意的啊！啊，因已经亲门大户来服务处呛声呢，我若无反应，以后伊就甲咱食到够啊！丽丽，你都唔知影啦，迄一入门哦，都呛声叫阮出去呢，好亲像哦，阮头家做啥物对不起伊的代志共款，拢无想讲伊身内见识哦，过去是安怎糟蹋人、欺负人，真正是有够受气的啦！就是咩？哎呀，你安尼实在救命的啦！亲像讲哦，你这个人巴掌遮尔宽，人够高义，伊安尼哦敢甲你对你动手哦，实在是足生气。志辉，这几年你的辛苦，我是比啥物人搁较清楚。啊，不过，但是拢已经过去啊。你是不是嘛应该有一个新的人生、新的观念？这几落年，阮家破产，我四界跟爸妈伫咧走路，我看尽世间人情冷暖。在我上困难的时阵，你无放弃我，还阁鼓励我去选议员。虽然讲即摆厝内的环境渐渐改善，也毋过过去的代志，我拢藏伫咧心内，毋敢放袂记。啊，毋过你甲三代建设，你甲元秀，感情才要结一世人。这个元秀是毋是会结一世人，我毋知影。我敢若知影，这世人我若无看到因受到报应，我心内是真不甘愿啊！我知影，我即马甲你讲啥物都无效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能较细腻的，不管伫个啥物所在。我知影。你即马遮尔啊关心我，是不是就表示你无得生气啊？我知影，我是不应该怀疑你甲尤美有暧昧。我嘛不应该怀疑咱两人感情，是的啦，以后我袂阁有别个想。这边啊，我就原谅你啦，后盖唔通我安尼哦。哦，你听啊。你本娘去找单指挥理论，结果唔知安怎。找陈志辉，结果讲了好无？是咧好啥？讲到冤家相拍，你认为咧？是咧啦，拢怪我，即到尾甲恁讲这代志是要创啥？代志都咧无法度解决啊，我阁害恁冤仇愈结愈深。这你当然爱讲啊，啊若无我叫陈志辉暗算去，我家己拢唔知啊。我已经甲陈志辉警告过，叫伊做代志莫做到这么啊超过。刷倒来，就才赶紧找办法去县政府做弥补。陈志辉这阿爸议员哦，实在是有够过分的啦！这支嘴哦，敢那小狗共款啦，看人撒尿别乱骂，安尼都无大劲哦。既然起脚动手，可惜我无炸相机，也无甲翕起，看咧报纸，看伊后界要怎算。想袂到陈志辉，啊，普通时讲话爱斯斯文文，看起来真有礼貌，啊，竟然是这款巴掌遮下佫遐敖扣分的人。我一定要甲这个讲，互伊了解伊的真面目。你他讲恁这？哦，就是馆长的查某囝，我计是好姊妹阿婆，我拢嘛叫阿姊。拄仔陈志辉的女朋友吼，嘛咧现场啦。哎，看起来真有礼貌，嘛真捌代志，真温柔。啊，不过可惜啦，可能吼伊叫陈志辉洗脑，所以不管我怎解释过去的恩怨，伊拢听袂落。阿姊嘛在场。温柔有礼貌，你是不是看唔着人啊？阮这个性唔若歹，搁娇，伊要甲你妈咧偷笑啊！哦，啊，阮看到明明就是安尼啊，啊，非得咯，你着爱靠讲你的姊妹仔判啦，赶紧甲陈志辉分手，伊若无结婚了后，迄阿爸伊完哦，唔知当时哦倒一条神经线白着，换伊去用跑，迄是家暴咧，加衰了。好啊，阿信，莫讲人歹话，上班。拄只迄个馆长的查某囝，我去馆长因家哪毋捌看见？总诶，这条代志怎啊办啊？小金若是有伫诶，伊一定有办法诶。
么钱拢开了，搞我欠一堆债务，我是没得种钱啦。你以为到今嘛，佮袂答应我的求婚，我今嘛袂骗着的，但是要安怎？安规工啊！你当作我是咧做善事哦？我予你三工期限，甲执行来，遐若无，挂着你好看。三工，三工无够啦！还是我即摆予你一顿啊粗饱，走你六工请我。